今日请坐。哦，各位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。我早伫这个中昼，透中昼心这里吼，你唔知大家困有饱无吼？因为这个这节课特别拢较爱困，吼，但是今仔日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课程，是叫做台湾人心内的都市计划。是安那，咱要有这个物件吼，因为一古早，你若看到这个都市计划，是影响到这个国家规世人的，员工一百年、两百年，甚至三百年，拢还在用。所以这个物件袂当甲伊讲凊彩乌白安尼个规划吼，像咱若看到台北市伊这个物件安尼乱七八糟，吼，所以啊，甲你要做啥物物件时阵，你拢应该有这个感受。你若开车开入去台北市，是毋是迄路明明你会感觉讲奇怪，即个直直落去就好，是安那那个弯一过，再个弯倒转来，甚至伫台中内底。你咪去看到讲，是安那这门牌一直算、一直算、一直算、一直算，算到落尾无去。去共问哦，讲哎、欸、啊，请问几号的时阵那怎啊无去？伊讲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爱搬过这条路，啊再过过迄边，甲你分做两过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我读都市计划内底所发现到，也毋过。咱大家唔知捌想过无吼？伫咱这个心内底，你对国家唔知有这个都市计划哈？就讲你心灵内底，你唔知捌去个计划过无？是安那？我来讲这句话，因为自古早，我会记得我囡仔时阵，听到教科书咧讲教育讲，吼、哦，流氓政府咱。甲流氓政府原底是两个无共款的关系，也毋过伊安尼甲咱教教教教到落尾，自我读国小开始，伊就甲我讲：哦，咱吼、哦、一年内底准备，两年整顿，三年要创啥物？要反共大陆。吼、哦，迄阵学校的壁拢有写足济讲反攻大陆，也毋过。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阵，我嘛去想过，这到底当时怎么实现？我捌问过，讲老师，这反攻大陆是当时要开始？伊甲我讲，这已经讨论四十几年啊，拢无法度。啊，是安那？那讲三年，啊，那变成四十几年拢无法度。原来你甲斟酌研究过了后，才知讲，伊是咧甲你骗，搁再骗，搁再骗。好、哦，反正骗偌久，准偌久。所以过无偌久，等我渐渐大汉，才知影讲，原来伫咱这个国家，咱并毋是一个国家。迄时阵读高中的时阵，我第一届看到民进党，伊伫遐咧讲到要安怎来台湾独立。哇！我听到这句话实在是足感动的，因为常常伫要无这个政党出来进前，我常常听到阮爸爸妈妈，也是听到厝边隔壁，常常拢甲因讲：，哎、欸，咱即马选举吼，爱选哦，啥物人？爱选哦，这国民党的人，因为安尼，强匪啊飞弹才袂甲咱拍着。才袂甲咱拍着，哇！啊，所以开始咱听讲，哦，我呢，我知，我知。要过渐渐、渐渐的时阵，那是才发觉着讲奇怪。啊，是安怎？咱的选举甲因是啥物关系？哎、啊，常常你讲，哦，咱要两岸要统一，但是统遐久啊，拢也毋捌统一过，常常就甲咱欺负。所以只有另外一条路，讲做台湾要独立。但是台湾独立对民进党，我开始看到哦，一直甲支持，一直甲军队，是讲这条路应该是真好，因为
台湾就是台湾，咱应该会用主张家己台湾的国家。但是真可惜，二十多年过去啊，即卖因咧讲的话是啥物？讲两岸统一嘛是一种选择啦吼，所以唔免客气。伊讲两岸统一嘛一个选择，当你听到即句话，你的心会感觉讲，啥啦？咱追求拢一直无去，啊好。所以我才发觉到讲，这个问题对头到尾，就是出现伫咱的教育出了真大的问题。所以伊甲咱教育真济，比如讲咱台湾所谓节日，到底是啥物日子？有清明，有光复节，有这个行宪纪念日，足济足济节日。感觉你甲讨论起来，嘛有青年节，吼、哦，3月29青年节，我甲想青年节应该是咧纪念青年的关系，但是你甲对扣落去，你发觉着讲青年节，青年节是咧代表啥物货？代表中国迄边72个青年人革命。但过你想想的讲，迄甲咱也无关系，是安怎？伊迄边革命，甲咱这边啊个纪念。经过这么多的思考过了后，咱来看到，咱予囡仔头壳内底底物件是啥物？所以对这开始吼，我伫这要来看出，用这个影片，你真少看，你看讲咱的囡仔。自细汉所受的教育，就是安尼。那你会当看到韩国人，伊是安尼遐尼啊用心咧栽培的囡仔。每一届我看到这个影片，我心内拢会感觉真可惜，讲咱台湾偌济囡仔拢真优秀，就是安尼去互砍掉去，互笑讲，啊伊就无去啊，伊就想啊，我就戆戆无要紧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篇影片是韩国伊拍出来的片，你看了，你看你心内感想。みんなの心に浮かんだことをそのまま書けばいいんだからね。谢谢。虽然这是一个短短的影片吼，但过你唔知道有去发觉到讲，伊这个物件，当一个囡仔，伊受到美术教育时阵，迄个囡仔足认真，大家小朋友拢一直咧画图、画图、画图，大家拢画足水的出来了后，伊才发现有一个小朋友，伊每一张图画纸拢甲擦乌色，一直擦的时阵。这个妈妈，伊的老师，怎开始甲伊讲？哎呦，啊，这个小朋友哪变安尼？伊先啊，那规张图画纸摕起来，拢甲画乌色的，画乌色，一直甲涂，一直甲涂，涂到落尾，大家甲当作讲，哎呀，这个囡仔可怜，爱用心来甲照顾。当伊去甲照顾的时阵，怎甲伊送去予迄个专家来甲分析伊的个性？来个做这个分析了后，才发现着讲，
哇，这个囡仔可能遐真侪医生嘛拢找袂出真侪办法。大家，但是你有发觉一点无？因拢总无放弃这个囡仔，因无甲放弃，连老师嘛无甲放弃，一直看迄个囡仔，一直画，一直画，一直画，画到一天，一个老师才发觉着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伊。听侬讲，已经你咱拄则因看到伊画乌的物件，已经画足侪足侪出来。伊画足侪出来了后，老师想讲，这是毋是会当甲做一个，甲组合起来了后，伊发现原来伊要画一只啥物货？伊要画一只足大只的鲸鱼。当遐大人用足侪心意、真侪心思去甲改变了后，甲找一个真大球场、球场，全甲摆起来，摆到落尾，咱会当发现伊欠一角，迄角伫倒位，伫迄个小朋友的手。每一摆我看到这个所在，我拢会回想到我囡仔的时阵，因为我做囡仔，我捌画一张图。迄时阵我读国小二年，老师伊大概画到落尾时阵。老师拢叫阮炸啥物件，炸彩色笔来画。当我这张彩色笔甲画了，我感觉讲彩色笔真歹用，所以每一届咧上美术课，我拢炸水彩去。啊，老师拢甲我讲啥物话？讲你若遮戆啦，迄彩色笔一盒炸来就好啊吼！你若炸遮济，啊，得阁弄啊贵个。有一回。我去看到人的美术，要画树啊，所以我对这个规张树啊拢甲抹红的，因为我要做迄个阴影出来了后，我干那树啊规张先甲擦红色。你知我国小二年的老师甲我讲一句啥？足生气甲我讲，哪有人遮戆的？树啊啥物色的？伊怎甲问讲？树木什么颜色？我听着我讲树木哦，树木是咖啡色的。啊，伊就刷咧甲我们讲，你画的是什么颜色？我讲红色。啊，伊怎气者怎甲浊浊怎弹咧垃圾桶？自迄个开始，我就一直去思考，咱的老师敢遮尼啊无耐心？因为我也未画好咧。我也未完成了后，伊就甲我讲：“啊，你这个无效，乱画。”相对你看到即马咱影片即个内底，当迄个囡仔，我相信伊若伫咱台湾开始画一张黑色的纸出来时阵，若阁去互阮迄个老师教到，可能就去互逐掉呀，全弹去垃圾桶。那么弹落去，即、這个囡仔心内底迄个。计划迄个梦想，可能永远，你袂当看到这个囡仔心内迄个伟大的计划，甚至这个计划嘛，怎去予人消失掉？这就是咱台湾的教育。所以今仔日各位来到这，是要甲大家分享，咱今仔日是要思考的物件是讲，咱长期以来，予这个国民党教育。就是讲，哦，来，你要画一个人，就是画了真型，啊，画了会真水，啊，画了真型真水。所以我甲大家讲，若要画到真型真水，用翕相机来翕就好啊。这都无唔免去用安尼遮尼啊，安尼一直画一直画。所以每一回我看到这个囡仔，伊最后一角去甲摆出来时阵，你唔知有惊一条无？伊的心内内底是一只足大只。的鲸鱼，相对在咱台湾，检查你的囡仔嘛是要安尼，一个梦想真大。检查在咱的囡仔内底，咱的后一代嘛，足济人伊想讲，我要来画一只足大只、足大只的鲸鱼。也毋过真可惜，当伊画一部分出来时阵，咱就甲伊砍掉，就甲讲啊，你是戆人。所以，今仔日我要对教育来甲大家分享咱这个教育性的重要性。所以我收集真侪影片，就是要甲咱讲讲，
当你一个物件若唔对的时阵，你佫硬甲即讲啊，这才是正确。咱已经唔对六十几年过啊，你有发觉到？咱即马做者代志，拢总啊，你若唔对，好一滴，安尼就是对。这是真惊人的代志哦吼！有一日，凡事咱来讲，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？你知影我一个朋友出去吼，伊大概拢甲我讲，这个十字路口吼，你袂使等伊绿灯时阵行哦，你爱等伊啥物货？红灯的时阵行上安全。我讲是安怎？因为这是双叉路。好，伊就是两条路夹做一条，所以你爱趁这边红灯，这边嘛红灯，就你肯行，拢无弄到。啊，我感觉讲真奇怪呢，是安那变安呢？原来，因的观念就是讲错的一致，啊，就是正确。所以大家拢惯习安呢，甚至过去一个所在，伫这个罗纳信义乡内底，我一回开车过去，因的刷车我车拢甲你开倒手边。啊，倒手边，我感觉讲，哟，啊，这车呐，逐台拖拉机拢刷一挂车，拢塞伫倒手边过。啊，我安尼，大概就要甲伊弄着，就要甲伊弄着。结果我挡袂牢，怎来？甲迄司机讲，哎，司机先生，你开安尼唔对边哦，你开的开错方向哦。伊讲，没有啊，阮只司机台拢开倒边啊。啊，讲啊，为什么你们都开左手边？因为开正边吼，真容易认为搞阿地，所以伊开这边，敢袂使安尼？方向唔对去，就是唔对去。也毋过，咱的观念就是讲，大家来拢唔对同款，啊，就是对啊。这就是咱目前台湾真可笑的所在。所以你袂当发现到讲，咱伫台湾内底有真侪真水的物件，拢予咱破坏掉去。咱来看一个啊，一个影片内底，你会当看到讲，这个老师伊用电酷酷迄个物件要甲咱教育，但是这个囡仔，一个学生开始甲伊讲讲，老师，你听我解释，吼、哦，咱来看这个影片，你就知影讲，咱目前台湾的教育就像即马这个共款。我们是机器，盲目地执行老师的命令，而只有他懂得动脑思考。怎样定义机械？你在那叫什么？老师，读工程学是我童年的梦想，我很开心，终于能坐在这里学习了。不用太开心。那么，你说机械的定义是什么？机械是所有能够减少人类劳动。哦，拍没关系哈，来再一次哈。好，我先介绍，伊这个影片就是咧讲有一个伫印度的老师哈，啊，伊咧教一挂学生囡啊，伊咧介绍讲，叫伊描述讲啥物叫做机器，一个囡仔甲伊讲。机器真简单啊，像你看得到的电风扇嘛是机器，啊你看得到这个摄像机也是飞机、洗衫机，迄拢是机器。机器就是灯插落伊开始转，迄叫做机器。结果这个老师甲伊讲啥物？讲你读卡那只简单，这无分数零分。但是另外一个囡仔开始起来讲，啥物叫做机器？哦，伊怎甲讲吼？这机器吼，就是。有一个传动的力量，爱运转，爱用足侪迄个机器名词来甲解释，解释足侪，但是无人听有，无人听有。诶，当下这个老师转甲问讲：“啊，你即马迄个学生囡仔吼，老师足生气，转甲讲：‘啊，来，无你出去，我教教你这个吼会破病。’结果。”伊怎啊甲赶出了？迄、那个囡仔怎啊佫转来？
转甲老师讲，老师转问迄个囡仔讲，啊，你先哪个行到等下创啥？伊甲讲，我有一个物件袂记得摕。伊讲啥物物件？伊讲，这个物件吼，就是会用计算、会用记录、会用互你阅读，啊，会使互咱增长真侪知识，啊，佮甚至伊佫会使互咱看。啊，伊讲，啊，迄是啥物件？啊，这个物件就是会互咱头脑清醒，讲足侪足侪足侪。结果老师甲问讲，啊，你到底是要提啥？伊讲，我的册袂记得咋。好，所以你有看到，哎，这个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咱过来看这个，好，你甲看了的，好。我们是机器，盲目的执行老师的命令，而只有他懂得动脑思考。怎样定义机械？你在那叫什么？老师，读过文学是我童年的梦想，我很开心。终于能坐在这里学习了，不用太开心。那么。好，来啊，无要紧吼。好，咱伫遮内底吼，这个影片就是像我讲的，这两项影响偌大吼。我拄则要讲讲，咱一个教育若错误去，影响是遐尼啊大影响，互咱影响六十几年来，你毋知捌问过无吼？人也甲你问讲，咱是虾米人？我常常拢会用问讲。咱是倒位的人，那伫台湾即块岛屿内底，人也问讲你倒位人，我讲啊，我就是住伫彰化，彰化人。但是那伫国外的时阵，人讲你是倒位人，伊讲我台湾人，伊佫刷咧问讲啊，台湾伫倒位，煞无人知影。甚至有个人讲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有囡仔去讲问讲，解释讲哦，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国家。你甲想，这错误偌大？这个错误若唔对起，是规个拢总。你要改变，爱用六十几年，咱拢错误去啊！你甲想，错误六十几年的物件，你要安那去甲改变转来？所以伫遮，咱会用思考一点。国民党流氓政府把咱教育的头壳内底已经错到什么程度？错误到讲，免录音吼，咧录音啊！伊讲伊做这个录音的工课已经几年，已经录，已经录差不多。伊讲伊工作超二十几年啊！结果我讲啊，你是啥物工课会当录遮久？伊讲我拢咧共录迄个选举的迄个广告。无想到讲，当伊将这个选举的广告有一段放互我听的时阵，我听一个讲，哇，这就是咱的选举。你敢知伊选举内底是安那一段会互我真着惊？因为伊其中内底又讲到某一位候选人，伊讲咱我吼是虾米人候选人，我会当清清白白的买票。我听这句，感觉伊迄句讲，无一个人会当像伊同款清清白白的买票，清清白白的买票，干那伊尔。啊，其他的人拢干那买，拢伫私底下来买。咱听这句话，你唔知心肝会着惊未？竟然伫二十几年前，清清白白的买票是健康呢，是对的代志呢。有的人买是用迄黑暗的，但是伊讲伊买票绝对清白，一票都无减。去恁家吼，互你偌济就是偌济。结果，伊讲迄时阵所有的百姓拢知影讲安尼是对的，甚至无摕到的人去甲反映，伊嘛阁买当来嫌疑。所以伊讲伊买票是足公平、公正、清清白白。但是咱甲思考起来，安尼是对唔对？非常的错误。不过咱若认为伊对的时阵，
咱就足危险的。感谢呢，所以我一直自古早就咧思考讲，咱台湾特别建国的代志是变哪去甲完成？台湾若要建国，台湾若要家己有一个主权，会当予咱自治，是变哪去改变？咱大家拢会认为讲啊，小可代志拢无要紧，所以我伫遮来分享到一个过程，我真爱讲起这个故事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。我相信咱知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伊是伫西元前五百年，497年吼灭亡去，都无去，这个国家无去啊。根据真济，这个人类学家讲。一个民族若超过五百年无起来，这个国家就完全无去。但是，伊经过五百年，以色列这个国家1947年，搁再一度复国起来。原来，这就是因的所在伫遮。你甲想，台湾人若经过差不多搁100年，我相信咱拢袂记得咱啥物人。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灭亡将近要2000年，竟然又复国。原因就是一个国父叫做赫哲，伊原底是一个记者，伊一直发现着讲，咱的犹太人，咱的以色列民，常常去互欺负，常常就是去互糟蹋。伊伫好家人的当中，人拢甲讲你这是善家人，卖干做伙。当伊伫善家人的中间，伊讲你这真干脆，真干吼，你袂当甲阮做伙。伫任何人的内底，伊拢甲人袂合，毋是袂合，是因为别人拢毋对。所以伊伫这个伫遐嘛袂拄好，伫遮嘛袂拄好。结果这个赫哲，伊怎甲伊收集？召集这所有犹太人，甲因讲：，恁爱敲找恁心内自尊心，咱的尊严爱找出来，袂当无去。所以一开始，一个去叫出这个犹太人，讲恁的尊严、恁的自尊爱去敲找。所以，你应该有一个知影，以色列的建国。伫因一个真伟大的所在，因有一个叫做靠墙，就是这个围墙，迄、那个围墙就是咧创啥？我知影咱真侪台湾人拢去遐观光，大家倒来拢讲一句讲，迄、那个哭墙有真侪新热，伊讲遐真侪拢吊足侪官啊伫遐，啥人会吊足侪官啊？听讲。你若拜卡家关下去的人，伫遐祈祷了，迄支关怎等伫遐？代表你就是好去啊！当伊一支关一直吊起，的时阵，有一个以色列人怎讲出？恁是咧创啥物？好，伊讲恁是咧做啥物？你敢知迄个哭墙以色列人是拢伫遐咧创啥？因常常就是讲，因伫遐，因的国家若无去，因的国家若无去了后，因常常若去受到真侪外围的人甲因欺负，伊就是来遐祈祷，来遐哭，哭了有精神了后，有这个气力，伊就阁出去奋斗。所以侪人一定受到伤害，阁倒来才哭祈祷，阁来阁出去，甲人奋斗精进。在1947年，因的革命成功，以色列重新建国。但是，咱看咱台湾，看咱台湾即马种种的状态，予你看起来，敢袂愈看愈忧心吗？这是我一直想要甲逐级学员来勉励，来大家互相爱警醒的所在。我相信，伫两礼拜前。有真济，有一个活动，有真济少年家
伊感觉讲一年当中，因今仔日上届无闲，拢去创啥？拢去做一件代志。恁敢知影做啥物代志？哈？侪侪少年人，若讲到这件代志，哦，规砖头拢去，无一个休困，拢总到位，然后伫街路咧行。尤其伫我彰化所住的所在，遐上界严重。哇！员工，你去看，这条街路从来唔捌塞车，哎，好，遐拢唔捌塞车过。啊，但是，迄天全塞甲足严重。原来，迄天就是妈祖讲出巡啦。照理讲，咱唔知捌去思考过无？迄天出巡经过了后，报纸也刊讲，拢总有78个少年家受伤。啥物受伤？因为大家伫遐相拍，佫侪侪少年人伫遐开始卖毒品，开始食毒。咱敢毋免去思考讲，这个妈祖是倒位来的？伊带来是一个修分，也是一个和平。你讲伊带来平安吗 ？No， 我看来是侪侪少年家伫遐开始比伊个武力，开始画甲面鸟个安尼啊，伫遐跳。我讲你安尼敢快乐？伊讲哦，你唔知老师，我规世人吼，今仔是上欢喜。伊讲是安怎？因为学校会使请公假，过来出来一天会使赚1000元。过来，我今日街路足济人咧甲我拜，伊感觉伊哇、哦，今仔是上伟大。当着光桥遐个人讲，啊恁是安怎来相拍？伊讲有个人真自私，伊要将这个妈祖这顶桥要扛到因家，伊袂予别人，甚至为了弄迄个桥卡，弄到大家烧冤家，两个烧冤，所以一个冤无着，一个断无着，然后就开始一拍一拍，拍来拍去，拍到落尾，只有警察用公权力将这烧牌人拢给抓去，啊，才一个一个去报出来。但是当这的爸母去到学校，去到派出所，拢讲着什么？啊，你这哪拢受伤？这囡仔佫拢无认错。拢讲，我是为着要维护妈祖的安全。哇，安尼大家相拍，其实问题出伫倒位，只要大家若卖三争，就拢无遮个代志，敢是安尼？也毋过，咱讲到遮物件，真侪人拢甲当作对，拢甲当作讲，这个妈祖是对倒来，咱敢毋捌去甲思考过？这个妈祖是什么人提来的？我开始去研究了后才知影，这个妈祖就是西龙提过来。伊提过来要创啥？所以我真希望讲，咱这学员你若了解了后，你会当去甲大家讲，这个妈祖是对中国那边一个叫做西龙甲提过来。伊提过来要创啥物货？伊提过来讲，恁台湾人拢爱拜这个妈祖，那无拜要抬死。所以你唔知有去思考过无？是安怎遮济神遮济佛内底无人咧出巡，干呐独独伊咧出巡？啊，伊出巡便出了代志，唔是红抬就是讲抬死，啊无就相拍。所以伊这个妈祖出巡就是讲，当这个妈祖若跟到恁的砖头，伊第一回甲你讲。你就要开始去妈祖庙，你无去，我要甲你抬。过来，当我这个桥若到恁这个砖头，你爱弄我的桥卡，代表你是导航，啊，我就无甲你抬。安尼经过60年，咱甲当作这是啥物？当作这是台湾真特有的应该保存的文化。也毋过，当我每一届。甲遐个文化局咧讲的时阵，伊拢讲：“你唔通反对啦，这吼，这是咱台湾特有的文化呢。”
你若甲无去，这真严重呢。这吼、哦，咱的台湾的这个一挂文化都无去啊呢。但是我怎啊甲问一句讲，请问啊，这个局长，你的囡仔唔知要参加无？你的囡仔敢要去参加百家奖？啊，无你下令嘛吼。伫咱遮各官员的囡仔拢一直参加，老师的囡仔嘛拢参加，安尼好无？伊讲袂使哩，阮囡仔爱读册。我怎讲啊？别人囡仔咧跟遐个人囡仔，敢拢免读册？这是咱矛盾的所在。所以咱台湾是安怎一直对落落去？因为咱拢无真清楚看到咱家己的需要伫倒位。后一段这个影片是伫2月28，我特别去甲找出来。这个叫做辛德勒的名单吼。辛德勒，我先介绍这个人。这个人就是伫第一届世界大战，希特勒希多拉伊开始咧杀足侪犹太人的时阵，这个辛德勒，伊是。德意的吼，伊开始用伊的财产，用伊的钱，开始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买真侪性命倒来。我刚迄阵咧想讲，咱的228事件，那开始有人用伊的财产，甲咱买倒来时阵，我相信迄时阵，咱台湾这个伤害可能会减少。但过真可惜，咱看了这个影片。咱再来回想咱台湾所发生的经过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辛德勒哈。In memory of the countless victims among your people, I ask us to observe 3 minutes of silence.Is God all base?